宾州大学成立于1855年，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研究型大学，总校区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城镇，分校遍布州内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。它以其卓越的学术声誉、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、多样化的校园文化和支持学生发展的强大资源而著名。宾州大学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，其工程、商业、信息技术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始终位居全美前列。校园面积达到近8000英亩，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建筑物和校园景观。在春季，宾州大学校园里的樱花开满枝头，沐浴在阳光下的校园充满了温暖和生机。除了欣赏樱花，宾州大学校园内还有很多值得游客和学生探索的景点。它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，提供各种健身和体育活动，包括游泳、羽毛球、篮球、排球等等。它还拥有一个世界级的美术馆，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品和收藏品，包括现代艺术、美国艺术和亚洲艺术等。校园内还有一个大型天文台和一个气候研究所，提供给学生和游客一个全新的视角去了解自然和科学。宾州大学还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心，有许多校园活动和文化节庆。例如，每年秋季，学校会举行一个大型的家庭周末，邀请学生的家长来校参观，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。每年春季，学校还会举办一个大型的文化节，展示学生的艺术和文化才华。总之，宾州大学是一个充满活力、文化多元化、学术声誉卓著的学校。无论你是想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，参与创新和实践项目，拓展你的社交圈子和文化视野，还是想在美丽的春季赏樱，这里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去处。